系罗玉文同大家睇下天气，今日比寻日暖翻啦，不过天色仍然唔太好。我哋睇下风向图，本港继续受到东北季候风嘅影响，今日普遍系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噶，之后将会被一股海洋气流所取代。今日暖翻，各区嘅高温上升去到23度或者以上，上水有25.1度噶。睇下今日喺天文台录得嘅气温系介乎20.8至到24.1度，而6点钟嘅气温系22.7度，相对湿度86%。交俾天气先生。明日翻工翻学嘅日子会见翻多啲阳光啦，系大致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早晚有一两阵雨，气温系介乎21至25度。随后星期二三亦都短暂时间会有阳光，星期三嘅最高气温有28度。不过预测雨量图就见到啦，一啲雨区又再喺香港附近出现啦，之后我哋又会再骤晴骤雨。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去到8，强度属于甚高。跟住关心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气。澳门有雾，广州落骤雨，厦门多云，台北有骤雨，上海多云。北京、首尔是天晴，东京多云。东南亚城市曼谷、吉隆坡和新加坡有雷暴，雅加达落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马尼拉落骤雨。去到南半球，墨尔本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有骤雨，乌克兰都是落骤雨。去到美洲，纽约多云，多伦多天晴。西岸方面，温哥华天晴，三藩市大风，洛杉矶多云。苏黎世有骤雨，法兰克福多云，阿姆斯特丹有骤雨，巴黎伦敦天晴。听日讲到呢度，拜拜。